直資呢種制度咧，本身就冇問題嘅，但係點樣用，喺邊度用，就係問題嘅核心。明嘅，咁副校，你想我同學生會做啲咩？你可以以學生會嘅名義召集班學生，向學校表達反對專制嘅意見。嚇、啊，咁咪即係公然同學校作對，點得㗎？冇可能。你之前就覺得選贏學生會冇可能啦。啊，咁點同啊？嗰次係學生同學生之間嘅事，今次以下犯上喎、啊。喂，出起事上嚟唔單止佢哋啊，我都分分鐘冇得撈噶。你唔係慣嘅啦咩？老 Sir， 你要搞清楚，今次唔係要你同學校搞對抗，係要你聚集學生嘅力量，明確表示俾上面知道學生同老師嘅意願。只要民意夠大，就一定可以拉到梁校長嘅計劃。有培怡寶康澄慶教聰，今晚9:30 ，DTV。